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军方点名要的你，南方局哪认识我王蒙冤呢？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哼，合着你要带我走呗？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明白了，算你狠。怎么说话呢？你交代我怎么说话？你还牛了是吧？ 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干就干，谁怕谁啊？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喝呀！你现在喝死我！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干了！ 将軍、前期工程は完成しました。しかし、完全とは言えず、成功のために技術支援をお願いします。すぐ本部へ報告する。優秀な金融と雛形製造の専門家を派遣して協力させる。 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参谋部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 粉碎式军企图，是。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事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嗯，那倒是。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翼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 你直接说了不得了。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翼了。
如果这次方天翼能带着黑狐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狐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进来。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美珍，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你好。你好，徐美珍。哎，都坐下。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醒，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此人名叫大和须振，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舰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停下，就是这个地方。嗯，哎，先生，算了算了，小的愿不是泰山，你慢走。すみません、通行証。吉野。この老いぼれ、大河松俊。ははははは、この老いぼれ、ははははは。さあさあさあ、さあ座れ。突然の襲撃が好きだな。ああ、大河よ。帝国大学で重要項目に参加していたのでは、どうして急に中国へ来たんだ。吉野君、陸軍省と参謀本部は戦争をすぐ終わらせる方法を模索しているんだよ。戦争の基礎は経済。俺はな、すでに砲兵のひな壇を作れた。俺の研究で作った
砲兵を使えば本物に匹敵するはずだ。これでいつでも蒋介石の政権を壊すことができるぞ。よし、いいぞ。大河が帝国にいい知らせを持ってくる。あ、まだなぜ中国へ来たのか話していないぞ。全ては参謀本部のバカどもだ。俺を上海の蒋機関に入れようなど、あそこの奴らは偽金を実用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あの機関は金融と通貨の専門家を集めているのだから、君もあそこへ行けばいい学びの場となるはずだ。はあ、そうとは思えん。いいさいいさ、今夜はひとまず飲もうじゃないか。明日私は君を蒋機関に護送する。吉野君、あともう一つ頼み事がある。なんだ？さっき俺が来た道すがら。そんなことか。いいだろう、手厚くして歓迎するぞ。先生，您几位？两位。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好的。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打开吧。谢谢。菜一会儿再点。好，慢用。真能喝吗？乐意奉陪。南方局王文渊。赵静，祝你身体健康。祖座，已经跟踪到了大河徐镇，但他已经进入日军宪兵司令部。太好了，通知部厅，今天晚上6点半，法国俱乐部。是。なぜ君らを呼んだかわかるか。何なりと申しつけよ。大河松利教授は旧友でもあり、帝国の宝でもある。帝国の使命を帯びている。
君らは最も信頼できる部下だ。大河教授をしっかりと守りなさい。命を投げ出しても失敗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理解できたか？はい。顾教官好。行了，还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风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不是，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什么情况啊？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南方局？来，先喝点茶。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就我一个。够了。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作战没你的事儿。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谢谢领导。行行。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默浩。喂呀，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闻言惭愧，来，老赵，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您过誉了。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他很好。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美珍，来，进去好。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
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你一个人进去？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行啊，小子。开个玩笑，徐队长，这个玩笑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情况怎么样？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你要当心。大賀教授の誘客人は着いたのか。渡辺、手はず通りにしろ。奴は本当に来るのですか。ありえないと思います。絶対に敵を軽視するな。すれば死ぬことになる。いいか。了解。さあ行け。はい。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賀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いよ。いいか。はい。教授。誰だ。渡辺正義です。大賀教授、司令部に派遣されてきました。おう、渡辺正義少佐、ありがとう。今静かに研究しないといけない。他は気にしないでくれ。了解。お早めのご成功を。はい。失礼。
身为客人，深更半夜的闯进来，带着匕首，是不是太没礼貌啊？还是国民党军统？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是吗？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报告。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什么东西？看一下时间吗？没问题。
通知しろ。全域封鎖。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はい。敵があそこまで狡猾とは。クソ。吉野君。まさか連れてきた敵が公務強敵とは予想外だった。すまないな。タイガ。嘲笑っているのか。安心しろ。敵はもう逃げられず殲滅させられる。報告。入れ。将軍。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詳しくは不明。バカ。はい。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タイガ、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的。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意交代。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后果不敢设想。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王队长在想什么？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嗯，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丹和徐真？小岛、渡边正宪，特别是这个渡边正宪，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人间盛开着善良。